哥，你起来哦，我来噻。哎，皮鞋做啥子？麻将的小皮鞋子。没有。要得。干嘛？要得。5分钟的时间，用一瓶啤酒做出了这个花甲米线儿。当揭开锅盖的那一秒，我发现我这个决定是对的。趁热开吃，我是阿杜，一个自己做饭的吃货。Thank you.